你知道古龙水命名的由来吗？古龙水最早被命名的原因和什么有关 ？A. 香料的名称 ，B. 产地的名称 ，C. 发明者的翻译名称。我觉得是 C. 香水也是因为想要降低一下你们身上的汗臭味吧。有的球员真的喷的还蛮多的。冲过来就冲到一点的味道都不一样，球都没办法接，空气那么差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